哦，不好意思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盛总马上就要到了，你去门口帮我接一下沈总。好。嗯，不用，没事。 别动，有人在偷拍。谁呀？这人全挡住了。走。哎，怎么走了？你们拍到了吗？傅泽一。 泽一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我在帮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帮我，你不害我，我就感恩戴德了。喂，去哪？我要去拿我的包。我赔你一个不就行了？你赔？那可是限量版。限量版我也赔啊。你赔的包，我才不要。喂，我这边有人事，帮我处理一下。对，你帮我拖一会儿。既然副总您现在这么忙，正好。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。喂，我话都没说完呢。我要去拿我的包。你为什么要他的包都不要我的包？我说出了情话第三遍，是不是你想要的画面？我不装可怜。 或许这是我心甘情愿。不好。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？我问你怎么回事？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也没走，我有话跟你们俩说。叔叔，你刚才找我们？别说啊，听我说就行了。他说的话你也可以不听。 傅泽一，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一件什么好事？盛总跟我提起你们俩合作的时候，以为你会尽力挽回傅氏的损失，可没想到你却爽了人家的约，还连电话都不接。现在好了，盛总和傅氏的关系彻底闹翻了。我只是临时计划有变，没来得及通知他而已。到时候我会亲自登门道歉。你说的是就是他吧？ 怪不得之前不肯跟贺来珠宝家的千金相亲，也是为了他，跟他没关系。之前公司有谣言说发给植物园的信是你写的，我还不信，现在看来可都是真的。叔叔，你刚刚……嘴！你为了这个女人三番两次置公司的利益于不顾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和艾哲搞的利益输送，我是可以告你的。